咱拄啊，甲各位讲的是一个理论的架构，理论的架构了。实际上啊，咱在生活中啊，真侪人是这理论拢唔知，啊，就活落去就好啊。所以拄啊，甲各位讲，啥叫太阴，啥叫太阳，咱拢会记太阳。拢知影有太阴，啊，毋知影月娘就是太阴，哦，啊，月娘呢，先有人叫阿波罗甲戴安娜嘛，哦，啊，咱就叫太阳、月亮，哦，啊，是安怎月亮，啊，是安怎遐叫太阳，才无叫太阴，是安怎清明。啊，就用阿波罗的路线行，中央咱就用戴安娜的路线行，啊，这理论就比拄我讲的搁较深嘛。啊，迄咱遮都无讲啊，你若要讲吼，就爱学术论文发表会啊。哦，那咱遮要重视的是啥呢？咱伫这种无讲真清楚的理论结构之下，咱要过着一种幸福、快乐、快乐真好好的人生。所以呢，咱就造成一种叫做文化的物啊来啊。那么照讲啊，咱清明那定安尼啊。咱中秋啊，中秋，这是真正月娘上圆的时嘛，对不？但是中秋的文化跟中央的文化无同啊，所以每一个活动哦，伊就是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。那么咱清明这个文化。要甲各位讲的，其实是家庭啊一部分。那咱就要讲到哪？咱对家庭的认识有偌济呢？这个够麻烦的代志啊！无讲哦，你唔知，讲来拢唔知，无讲你都唔知啊，讲来你更加唔知。咱即卖家庭就是讲，父母、囝儿。爱想叫讲个三代，有阿公阿嬷，都袂歹啊。啊，那有三代吼，差不多嘛拢散开啊，拢散开啊。那有一个广告吼，真有意思，讲高铁前甲高铁后，高铁内底个广告啊。高铁通车以前吼，啊，出来就两双鞋尔。门口啊，哦，啊高铁后吼，啊鞋啊就真济啊，这些说明啊，拢无带做伙啦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迄是高铁的功劳啦，啊，事实上是讲讲咱社会会不幸啊，父母带一位，哦，啊，少年的带一位。哦，因为爱拍拼，爱食头路啊！啊，爸母就住爸母的所在啊！啊，唔是安尼尔，啊，孙呢？孙佫送一位，哦，去保姆遐去读册呀！啊，这问题是要安怎处理的？这对家庭啊，安怎处理才对？安怎处理才好？这个是真正的问题。各位，你有注意去想过无？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不是讲一遍啊就算？啊，然后你的生活模式啊，就构成啊，就造成迄个情形啊。即卖人因为拢真巧，讲就知，哦，啊，其实是拢唔知。你都唔知讲，我即卖讲好啦，无你就。哦，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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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都你会知哦，
这一世人就差不多安尼决定啊。啊，你知影这个决定的变化，你的心性产生什么情形无？你唔知道。为人一世人哦，伊的缺点哦，拢无怎改。安怎不知道改呢？因为无人教。我记一个例，你甲想看卖。咱会晓刷牙无？这足简单的代志吼。即摆若无刷牙，一定是怪人，对无？大家嘛会晓刷牙，你甲想倒转去。30年前、50年前，你安怎刷牙？这很简单的哦。以前我们刷牙的是我们的牙刷还有一种金龙牌牙刷，有吗？会记得吗？你刷牙那个牙刷路跟变三形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不记得了，路跟变少些。你不是在刷牙，你是在少真正扫庭前门前雪啦，对不？哎，拢已经拢翘脚，拢翘翘出嚟啊！你嘛唔知爱换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你都过要安尼六年，六个喙齿才了了。自从牙医科开始了后吼，咱这个社会，诶，物资真充足。这样子，你若稍微有一个常识，你就会发现了。迄牙医师拢甲讲三个月爱换，对无？三个月爱换。那感冒了吼，牙刷嘛爱换。吼、哦，要求即摆一年都爱用几支？你讲，以前一支牙刷用几啊年？对无？啊，即摆吼，今日办乱换吼，迄牙刷的毛拢会褪色。有无？哦，个人较褪较白啊，都爱换新的啊，有无？你爱知影吼，这是社会教育逼你前进的。但是咱一般家庭根本都无人教。以前阁一个金龙牌牙刷尔嘛，啊，即摆你个入去内底看卖，好收几啊百种。是安怎？甲各位讲吼，你不但袂晓用牙刷啦，牙膏嘛袂晓用啦。爱用什么牙膏？啥时阵用啥牙膏？你知？咱找那一条牙膏吼，你都钱甲袂完啦，是毋是？甲你讲找爱放两条、三条牙膏，有诶牙龈出血啦，有诶酸疼啦，啥就用迄种我无讲诶啊。那有人教无？恁若要人教，都爱开钱去牙医遐人甲你教，有无？这就是家教啊！咱家庭你敢知？你个想法拢散散开，谁人知无？啊，恁若是讲一个家庭像古早安尼，一个大家庭的时，是毋是真好教？人生已经无共啊！咱拢伫茫茫渺渺当中吼，伫过日子啊。我囡仔大汉了后，我讲吼，这面筋吼，咱你打唔打拢会臭安尼。讲啊，你拢也无洗面啊？我讲洗面，乜乜，逐工嘛伫洗面，奈无洗面？你讲你那会洗面？你迄毋是洗面啊？囡仔拢变个强。咱自细汉洗面洗个大，洗要60多年啊，结果咱袂晓洗面，这种是常生活真平常的代志。逐工透早起嘛洗面啊，那也无洗，但是你迄毋是洗面，你叫七面啦。我讲你毋知听有无？我一个朋友啊，有一天我去，我看阮你手是安怎？
伊讲迄叫做存面金的尽头，讲安怎存面，伊就足大块汉草足好。哦，啊若见存面金存了的时吼，面金是大，通啊收入去三度内底，你看安怎定啦？伊讲迄就是定了伤大下去吼，去闹掉了。各位，你有这习惯吗？我相信你不是啊，你大概好好的吼，水潺潺地，你嘛掉去啊。咱拢无人教，咱拢自以为是。爸爸妈妈都安尼甲咱教，讲爱洗面，咱就洗面；爱撸，爱刷牙就刷牙。啊，刷牙怎么刷？你知无？洗面啊，洗你洗，你知无？啊！最近这几年，才听讲，洗面不是安尼洗，洗面啊，洗面买洗鼻孔，我那死呀！鼻孔要安怎洗？我讲抹两三遍吼，我安尼一直都要拍卡像嘛吼。因为咱无洗鼻孔，你得定去咬鼻孔啊。哦，爱讲你就是无洗鼻孔，所以爱咬鼻孔，我那平地啦。啊，食到好死啊！吼，开始咧见观察吼，还佫袂晓写名，你看卖。咱爱知啊，咱人生啊，太草率了，伤过草率去啦。那安尼是吼，咱物资用较济都无效，用较好都无效，因为咱对咱的性命根本无认识嘛，根本无认识啊。安尼，你要讲人生安怎才有价值、有意义？啊，这是生活中一个细节、小代志。搁一个问题，还搁较严重。你会晓照顾你的身体无？啊，那这些就麻烦了。安怎报你知无？即卖春天也是爱注意啥，你知无？咱哥哥讲吼，啊，这天气变化温差大吼，衫爱加穿一挂，衫爱加穿一挂，即句话都有问题啊！啊，遐尼热，佮衫，唔是咱呢，阿妹是会冷啦，啊，爱是爱注意穿衫，爱脱衫，啊，所以这阵就发生一个问题，内底袂当穿卫生衣，春天也是啊。哦，爱穿薄，但是你爱尽量较厚的外套，就是天气冷，透早透暗的是迄外套爱穿的，主要是穿外套。啊，那热的时候，你领脱起来嘛，中昼迄当热的时候，哦，啊，迄个外套唔是穿寒天迄种厚的，咱有通教无啦？所以吼、哦，食到老吼，你嘛唔知影我衫要安怎穿啊？啊，毋是安尼啊！我甲各位讲吼，穿鞋啊都袂晓穿啊，哎，你知鞋啊安怎穿无？你毋知啊？有人教无？我会记伫大学诶时，一个朋友啊，伊讲叫我甲买鞋啊。啊，讲你鞋啊，那讲伊鞋啊，搁两种规格，一个大箱，一个细箱。我讲靠腰的，安尼是要安买啊？咱穿的拢是穿下下安尼，伊毋是啊，伊穿的后壁吼，敢穿一只船共款，搁穿一过啊。啊，我讲啊，你毋是穿鞋啊，你是穿三大路啊？我讲伊拢安尼穿啊，哎，因为咱拢穿迄个拄下下的时吼，你就发生一个问题。其实，若讲意外习惯来讲啊，穿甲哈哈哈是唔对，还佫量一号，还放个量诶，唔是穿甲你脚那种啊，夹夹袂，所以有人穿遐穿甲镜头拢变形有无？查某囡仔上歹看就是安尼，遐伊安穿甲多多吼，伊讲都爱换鞋啊嘛，唔知啊穿甲镜头安尼，无人教。啊！你若去伊遐店，甲问讲安怎穿安怎穿吼？啊，遐店长吼，你紧买钱紧摕来啊，莫问遐济啦。
啊，你若爱伊教的吼，你爱去找名牌店。迄个贵的迄吼，迄伊才有要甲伊教啦。啊，你若讲吼，迄俗俗啊，迄吼，迄路边摊迄个100块两箱的吼，你勉强伊会甲你教。伊讲你提提来算数。欠教育，家庭教育干啥？就是你教这有诶无诶啦。啊，这咱拢束缚起哦，你根本无在进行。你，我毋是讲我对身体安怎？有，迄当阵应该是我要结婚前啊。一个老先生70几岁，手电话大富翁，卡大富翁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只红，伊只增加只红的，啊，我卡大富翁遐乌的。伊讲你这只乌，你身体安未使，哦，什么加点一堆啦，哦，大概是气血循环不足啦，啥安怎？啊，叫我都爱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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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个名叫啥？耳乌头骨转三分，爱是。真俗，一天吼，刚几块银俩，那30几年前啊，哦，哎呦，啊，就往拆来吃，我拆来就转吼，你知转药啊，偌趣味个，转到地沟破，你著甲转开哦，吼，假使转开，伊著直直转，啊，你著去无用啊。啊！当你我倒转来，那迄三分烧去哦，已经遐个迄个锅啊破去吼，啊迄个拢烧去啊，内底油菜嘛烧了呀。你毋知安怎处理这代志？啊，食迄有效无？你嘛毋知，伊都讲要食就食，啊食食的时候想讲。啊，唔知爱食偌济就好啊！哦，再搁甲问，渐渐啊，你即个去想着讲，身体要安怎照顾？什么气血未通？啥叫做气血未通？佮这样子嘛，拢讲气血未通。你知影气是啥，血是啥吗？拢唔知啊！啊，要安怎？家己安怎保养你家己的身体？身体跟你的车同款，车你走你也要保养啊。啊，你若未晓保养，早晚出代志啊，一定出代志啊。啊，这是安怎？这就是要教育啊。啊，唔是即个生活中即个滴滴滴滴的代志，啊唔是个家己的身体的问题呢。还有一个是你跟人当中的这个来往，哦，这就大问题了，这就大问题了。各位说这三阶段的部分，第一个阶段，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你也要料理吗？包括穿衣怎么穿好，这都是哦，这是头一点，上外表的。第二点就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会晓料理无？健康不是讲破病给医生看就好。我甲各位讲吼，我第二个囝出世的是早产。一礼拜感冒两三次，带去给医生看。那老医生药啊，有哪吃都吃不好嘞。那人不如讲哇，台中市当中我伫台中，我带下带一个医生啊嘞。这老医生吼，给你看100块。那当中啊，35年前啊，啊去市内医院看35。下都该煮了呀，就是好去，明仔载无代志，后一个感冒啊，
差不多一个月，我讲我安尼袂使，这囡仔哪会安尼？伊讲你爱讲啊，我要讲啥？你做医生啊，问我做医生啊，啊，去抽血检查，我血清不足，没有抵抗力，我讲啊，无要安怎？迄检查毋知偌济钱啦，等下好做血清800块。我讲爱偌久做一届，因为大汉都免做啊。我啊大汉免做啊，即摆我阿爷啊，当时还过来做。伊讲毋免啦，较大汉就好啊。我讲安尼有个感冒无？伊讲袂啊，大汉就好啊。我啊几岁叫大汉？哎呀，我收这医生哦，你若要十年你就死。迄尻川皮住迄时啊，你啊心内软软的。我才一个月拢住几支，差不多应该无超过10支啦。尻川皮底吧，甲30几岁吼，还阁定骨骨。迄是家在捡一命转来。咱有一个同事，因囝就是迄住车住到澳洲。性命是咱家己爱求求，咱当然相信医生的专业。啊，你若拄到迄种医生吼，我讲要死较紧，要死较紧。迄老医生有哪个事咱唔知嘛？有哪个事啊？安尼袂使讲换只药啊？安尼袂使个药剂量慢慢增加嘛？伊毋是啊，伊大人个药甲伊分两份，迄红个啊，才过偌月尔，伊就安尼甲伊变啊。啊，你做爸母个啊，若毋去注意即个吼，你就像咱了解同事安尼，因囝就报销伊啊。你怎规规世人都爱甲讲个共款？因为这是咱家己袂晓照顾身体，你自己个身体都袂晓照顾，你哪会晓照顾囝个身体？啊，咱照一般人讲，啊，医生讲的就对啊。医生啊，讲的对。医生是讲，我若卖犯法就对啊。那你也知影，伊安做的对啊，唔对？伊毋是依照你的身体来讲的啊，伊是依照着书规定的医书法。所以到尾啊，身体也好啦。性命好啦，家己爱照顾啦。啊，你若袂晓照顾，啊，这个风险你随时都会发生，随时都会发生。啊，这哦，拢叫小学。真正大学是人甲人之间的问题，咱一般伫讲啊，也也是伫讲这个问题啦。啊，讲到这个问题哦，都恶到头大。我甲各位讲啊，翁仔某两个也袂合啦，哦，各位遮应该较好啦吼。爸仔囝袂合啦，母仔囝袂合啦，啊都全好袂合，啊你想看卖，你即世人是要安怎好过日啦？啊，要安怎会合即个问题啊？即叫大学啊啦。毋是互相忍耐就好啊，爱互伊圆满，即圆满就爱沟通，啊沟通就麻烦啦。这人真坦白，毋是坦白就好啊。我甲各位讲，迄个该讲、该讲不该讲，什么时阵该讲哦？你若讲唔对去，你坦白道歉吼，够要求的，你也不是。什么时阵讲什么话？啊，迄、那个话的口气爱安怎讲？啊，这是拢伫红眼的时就开始爱讲，你知道？啊，我伫美国拄着一个笑话，啊，迄路大细啊，路大细。啊，咱毋着爱去吐血，对无？啊血，咱叫个血，血是白白的，哦。啊，国语是毋叫血，哦。啊，血就有两种啊，一种白白的，
啊，一种红红的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呢，因囝就甲伊妈讲，啊，咱来去吐血，喏，残血，喏，啊，也要学台语叫吐，吼，啊，要过到国语叫血，啊，就变作两个拢爱去吐血啊，吐血，啊。啊，妈妈在啊吐血，未使讲吐血啊吼。哎、哦，知影伊伫讲啥是知嘛，对不？吐，啊，你若吐血就变吐啊。啊，这安尼知有好感哦。伊伫讲这个吐笑话啦吼、哦，好感。啊，这爸爸拢常出差嘛，妈妈个囡仔伫厝诶嘛。啊，像骗囡仔食饭啊，来吃菜菜，来吃菜菜，吃饭饭，哦，啊个高中毕业去大学读书，住宿舍，那囡仔就甲大家讲，啊，咱不倒呀，我们去吃饭饭。哎、宿舍规定全拢笑出来，啊，伊嘛唔知啊，哦，啊这，啊那看就怪人。哦，读大学啊，搁伫吃饭饭，哦，啊去餐厅无弄自助餐，然后伊搁讲来来，我们来吃菜菜，有影无影，啊，规餐厅拢笑出来。啊，伊嘛唔知人伫笑啥嘛，啊，就要去学去教室上课时，大家都让笑话传开啊。啊，才有同学甲讲说哦，你这刚幼稚园呢。吃饭不是吃饭饭哦哦，伊学着吃饭，吃饭两字吼，甲读大学个时才学着。吃菜哦，唔是吃菜菜，甲读大学个时才学着。你看，这囡仔有乖啊无？你就知啊。啊，都拢甲爸妈妈斗阵尔嘛。啊，爸爸转来时啊，饭饭就去饭饭，爸爸菜菜就去菜菜啊。爸爸啊，若要直接讲的时，甲妈妈冤家嘛。啊，所以爸爸就拢忍着，拢无讲啊。啊，知影妈妈伫教就好啊。啊，只先放出去，哦，迄个饭饭来啊，迄个菜菜来啊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伊解决就好啊。好、哦，盖鬼内心的受伤啊！第一个就是先打电话转，甲妈妈咆哮啊！你奶拢甲教安尼啦，安怎害我来吃安怎啦吼？吃几了转，拢袂甲妈妈讲话，讲拢嘛你甲害的。你要看，妈妈爱伊要十几年哦、喔，爱他教他，啊，结果去外口吃几年吼，气妈妈气甲袂讲的。因为你现在还去闹开嘛，各位，你若讲我听见听到安尼吼，到尾就换个一个反过来安尼去的时，你会感觉足唔值无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伊那乖敢有唔对？无唔对啊！啊，你笑伊敢有唔对？无唔对啊！你笑伊乖，安那出去才变又气。咱拢在哄笑，所以咱要安怎教囝教到一个讲真正才出去，有在条甲人好好啊比拼的，迄可能都唔是你想的。所以咱即卖少年的爸母，我头一碗，头一碗吼，赵书阳，第二碗就赵书阳，啊，头一碗就看切切安怎教安怎母干的吼，无用其他。甲第二天也青菜啊，反正未死啊。这个妈妈嘛是伤过紧张啦，唔通相信切，切是做参考，你爱也运用。各位听我的讲经，可能青菜啦，安尼嘛罔听啦，趣味趣味啦，哦。啊，你若讲遮少年化书要讲经哦，你着常买书伊真好困。安怎伊都照理论讲嘛，绝对无毋对。啊，你嘛绝对听袂落。
为什么呢？你个想啊，头前啊，你也要照切教吼，教囝，啊，你就甲迄个少年法师出来讲经讲法，你就有当吃薄饼，母甲袂好势。这就是一种应用跟变化。拄啊，可当个讲啊，你要讲这拢免准备，我唔是免准备啊。讲个歹听，讲恁别准备几啊十年啊，后下都免准备的。你讲餐厅伫做菜共款，哇！你拢免种菜，你讲个免种菜。你若无一堆农民种菜，我哪有菜通炒互恁食？啊，要培养遐个菜地，伫菜园内个餐厅食，喂，迄工序咧，是毋是安尼？迄个大工序若传好吼，你餐厅随时有菜嘛？你大工序毋去创？啊，当然咯，你人若要爱菜，你就开始去野煮啊。干嘛呢？唔是啦，所以你迄种嘅功夫，若有传好嘅时，你甲现场要表演就无问题啊嘛。啊，你种虔诚嘅功夫唔传得好，你怎么到时人爱啥你无啥？你要甲这咩传得好，传到边囥伫遮，互人感觉讲哦，啊，你起来拢伫分家几年，凊彩讲讲，迄才是功夫啊。本家几爱有内容啊，爱符合真理啊，啊，搁再互你大家拢袂拄孤立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少年法师毋是啊，伊绝对符合真理啊，啊，都大家困了了啊。所以这个问题是出伫这个所在。那人生一定要历练，啊，这就牵涉到拄啊理论架构来对讲，你要踏尘沙，哎，经历尘沙，哎，经历过真济的事故甲问题，你因为你有经过，来讲恁人生的失败吼，你就谈笑风生啊。啊！你若个个一遍两遍的，诶，迄个经历失败吼，你就跟人讲啊，大概人甲闹开，大概人甲闹开，啊！你家己哦，不敢唔敢讲，讲去见笑。啊！像咱去搞面皮哦，人生失败较侪吼，定日用吐槽的吼，人也不敢吐，咱家己也吐吐的。啊，无啊，才叫做老江湖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人生有过历练嘛，啊，你知影讲啊，这人生拢有诶嘛。我跟咱个各位讲，你只要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好，成功失败卖插伊，你智慧就增加。这句话足简单呐，足简单呐。所以人家讲，你别个讲安尼好不好？迄个拢乌白母啊，拢母母会失败去，恁讲会砍你，对啦。咱若失败了，后边我嘛袂砍你，唔是了唔了的问题，问题是你有经验对无？你有汲取这个教训无？失败的时你讲啊。我若安怎会过来就对啊？那安尼就记得啦。因为有真实经验，毋是开钱学来的，你知无？尤其你伫道场拢是发心嘛，为大众伫做嘛。啊，为大众做，你搁做失败去，因果你要安怎？你若无想到迄种结果的报数，你的智慧若无增加。你这个业是还没完的，你也知道。啊，你那个解果的要领有找到的时，这个业过啊。因为
你摕新的功德出来，你就通报过嘛，是毋是呢？啊，你若拢唔去改进，啊，当然业算你个啊。你甲众生了化者去，你当然爱恨众生个，是毋是呢？啊，你众生既然要扶持咱，扶咱去做，众生不该讲一定爱赢啊哩。这毋是标定讲你就爱赢，赢爱分我，对不？你了去咪该争哦，对不？这毋是啊，大家拢来做功德个嘛。所以你甲用这个资源来做这功德，啊失败去，你若无进步，这个因果就伫遐。啊，你若这个失败的原因找到，我来改进，迄后边一回，你功德就拢过啊。这要领是伫遮，啊，这句话，这个理论也好，事实也好。伊是伫即个所在呀，毋是讲个管的迄个十方的开开，你最开，你那是世人未翻身，你知你顶世人刚开偌济无？你即世人安怎做，你就是爱喊，你人那会安尼遐春风，做啥拢成功，做啥拢成功，因为顶世人功德做有够啊，伊做到要死，也拢失败，但是伊。记得那个教训，第二回搁做，伊唔惊失败，第二回搁做，过去啊，功德伫遐。第三回搁做，哇，赚赚了呀！所以即世人来拢免啥做啊，一撮翘脚练气球都有够啊。问题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伫经验那个踏尘沙，履无名。功德在这，那是不是计较成与败的问题？是你有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无？这不是道德论，这是生命的真理啊！啊，那道德都讲要有责任呐、啊，要承担呐、啊，那就道德了。各位。今日你来哦，即句都有解答啦。所以咱一个追求真理的人，无爱跟人计较遐的，人家讲讲啊，是是非非啊，啊，你做失败面，我嘛是非嘛，你做唔对去，互念一下，佫是安怎？骂就骂嘛，讲咱安怎就安怎，讲对也好，讲唔对也好，你爱知影你伫做啥？尤其咱出家众，是受到众生的委托。哦，你像我提只红包来哦，人红包给你讲阿弥陀佛咯，功德无量，安尼就解决了。敢无遐简单嘞？红包内底钱我不晓用，是安那提给你用？哦，那个一拜，人那父母无拜，要改拜。哦，你像讲哦，你做师傅真厉害哦，你偌厉害。你头剃了做辅助，也袂哩。你嘛是坐伫椅仔顶，你也毋是伫桌仔顶啊。人辅助拢坐桌顶个，你看呾一个辅助坐伫椅啊。哦，你感觉爬去桌顶是？咱拢是凡夫啊。咱都有这因缘，众生甲伊个资源愿意奉献出来，就是。委托，甲信托同款嘛，委托咱来家己做一功德。啊，这功德做，你袂使无做啊，无做就拢你家己吃伊啊。啊，你做这功德出来，有的人会介意啊，有的人袂介意啊。啊，袂介意就家己念嘛嘛，啊，会介意人家己拍破啊嘛，啊，人家己念嘛，你就爱去想改进啊。是啊，你做这功德，人无欢喜，对不？啊，无那个讲是非，哎，足奇怪就是吼，拢唔当面跟你讲，包红包当面包给你啦，啊，等于是伫后边连消刷片啊，后边讲的，因为伊家己想的，迄就是伊不满意嘛，啊，不满意的消息呢，来个人家，咱就哦开始要改进啦，
迄个失败嘛。失败毋是讲跋干咧鼻炎路病去耳啊去往家去，迄叫做失败啊，毋是啊。有这是非内底拢失败的事情，咱来想办法改进。改进的功德来回向予大众，就是一贯的现金是上具体的嘛，迄是财施嘛。那个转化为功德是无形的个回向嘛。安尼，伊这个资源，伊就无白费啊。啊，无人这钱不要摕因爸爸用，摕因妈妈用，对不？啊，是安那摕来予咱用。啊，你也真正讲吼。伊摕互你，你甲摕去食去吼。啊，当然因果你爱陪人嘛。啊，你都甲摕来做功德回向啊。这尤其是灵性的教育，这功德是比一般的教育要较好，因为迄是小学专业训练。哦，啊，个教育。虽然社会教育、学校的教育的什么希望小学啦，这呀，迄功德是比病院搁较好。病院是比一般的善事搁较好，是无唔对。但是呢，要照比较起来，那灵性教育的教育啊，是上大功德。当然，病院内底有潘医生。但这是社会的病，学校内底嘛会教出一挂歹学生出来，对不？黑心食品遐拢是恁教育出来啊，教甲因遐尼巧，对不？哦，拢甲伊创遐违规，哦，啊是假，啊也做假吼。人讲贼仔囝是状元仔啊，会做歹代志，其实是比遐做官要较厉害啊。灵性教育内底嘛是同款，你像我遮什么神父啦、牧师啦、法师啦。这里底妖魔鬼怪嘛，真济啊！靠佛吃饭的，靠神吃饭的，神棍呐，这拢有。但是咱未使因为讲有这不良的现象，咱就否认所有的宗教。咱未当因为教育出到一挂这歹学生出来，咱就否认所有的老师跟学校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讲。咱伫做，咱当然是以上虔诚的心来做。啊嘛，希望讲所有的神职人员、圣职人员，大家拢会尽心尽力。啊，但即个拢来伫呾，拢来伫人际关系嘛，人甲人之间的问题嘛，一种互相的信任，甲一种信心。那无你奈奉献，对吧？啊，你是安要接受人的奉献？你会知道这是一份委托书，嘿，红包内底底唔是钱，是伊虔诚的委托你。你是要接受这份委托，唔是讲白费两千三千哦，这可好了。啊！你根本就贪心嘛，你贪钱嘛。人迄是一份委托书予你诶，你看哦，这五千这一万，五千一万，迄委托书内底写诶，但书很多咧。你会知哦？虽然咱毋是中讲依照金额诶大小伫看这个情形，咱是来伫伊诶虔诚。如虔诚，伊是完全委托你的，啊，咱都爱讲绝对负这个责任嘛，法身慧命的责任啊。
这个依这个最高指导原则，灵性的附托，咱属于叫做法身慧命嘛，你就要完全承担啦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即句话也真简单的话啦。我今日你若咧要甲学吼，我就道理甲成分。迄是安怎？迄是你的附托，我甲伊接受。你半路我头转去也无我代志啊，因为咱都解除合约啊嘛，对不？你都附托啊，你啊，简单讲，你也签字啊，我也签字啊，我都该接受啊，当然是我的代志啊，对吧？你都附托给我了啊，我当然要负责你的责任了。你家己要我换经哦，我敢有法度哟？对吧？你又讲我这未可以，我要换北京，对吧？要委托北京，无要委托一间，你又去委托北京嘛？安尼尔嘛？因为伊要委托北京，人绝对会问讲是安怎，要你就讲一间歹啊，是啊，讲一间歹绝对会出是非的嘛，就安尼嘛。所以人啊转去北京，无讲你的是非哦，那是假的啦。那是伊修养好，咱就爱感恩，对吧？人修养好，无讲你是非嘛。那无一般来讲啊，那甲你解读合约吼，去我资金吼，基金刷去北京银行去啊，绝对你这间无好嘛。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。这个下来是我们就看一般教育要怎样，这是头一个。第二点的教育是说什么呢？我不是有教就好啊，我一定要教到你会晓，一步一个这是忝。咱现在学校是怎样，没法度教到你会晓，因为爱的教育啊，你要叫罚骑不行，那叫体罚哦，你要讲两个你给他过哦。就以前我咱也未晓是，迄老师叫我这张纸甲写一百遍，你就爱写一百遍。其实哦，办单的哦，写较大字就过啊，对不？做囡仔巧的嘛是安尼哦，嗯，迄王明拢写小细字啊，写到要王明呢哦，较巧的写大落轻哦，人伊嘛交一张去啊。老师哦，爱教到你会晓，那是一个责任，一个使命。只有老师是修行人，你爱记。讲就来啊，规定，规定到有到要求教育部吼，我讲要求部，上课铃响5分钟内一定要到教室，下课铃响才能离开，有无？他真正是啊，老师讲者吼，时间到，砰！伫办公室撞出林哦。好，今日5分钟来个教会，开始教完啦，教完下课啊，下课伊转去关关台，你会晓未晓？所以这囡仔伫遐小应啦、小怕啦，对啊，拢袂管你，迄袂管你啦，管了伊就甲你过啊啦。所以即马教育才变做，伊有咧教室坐伫啊，伊无伫困啊，就一直咧一个喙十点二点伊，讲叫做教员啊。这种教育是绝对失败啊！咱的教育是爱教到你会晓，教到你会晓是讲技术性的教你会晓，这是小学教育。大学教育、灵性教育就是讲做人的品行的教到你会晓，哇，这可麻烦啦！这是麻烦的，对不？字会晓写，未晓写，写出来对唔对？老师看就知啊嘛。初中的初会晓写无？徛啊，这一点啊，两点，真侪人拢写一点啊，遐写两点啊，对不？老师，哎呦，这个教一点两点，你安尼吼教袂晓，
搞不要就算了，啊，怎么出来字都不写？哎，贪跟贫哦，分不清楚。安怎分不清楚？啊，老师有教就好啊嘛，啊，两字请给拢要讲啊，要讲嘛，对不？哎，肾脏的肾啊，一开始一个月啊，一个八吼，搞不清楚，你知无？所以肾跟肾两分不清呐。啊，老师都有教导，啊，伊写起都有一个形就好啊，啊，无你搁讲落去是你又甲虐待啊。迄是技术性的，看有诶。做人的品行要麻烦来看无的啊，伊会假啊，啊，所以伪君子就安尼来嘛。所以教育的问题，你来看，你上顶头的大学教育，教你的品行，要教到你会晓，这个难。所以有经济所在，你也看不到成果，看不到成果。但是那两个改变哦，你看无啊？哎，学校的技术性，哎，看有啊？啊，病人佫看较清楚嘛？啊，那两个扛一摆，啊，行出来，啊，当然是好啊。对吧？啊，那两个扛一摆，扛出来，啊，你就死啊！所以那是很明显的部分，所以教育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去认识，要去探讨，你才可以了解，这是基本的所在。啊，这个问题要在家庭来进行，但我们的家庭如果破去，这都没有进行。所以伊只拄啊讲讲，你的一般生活，咱袂晓用，哦，自己的身体袂晓照顾，人生的性命，家己袂晓调整，袂晓教育，专业技术你嘛唔知变安有，所以人生是无方向、无目标。人跟人当中要安怎斗阵，安怎相处，要安怎沟通，要安怎协调，拢未晓。啊，就剩的一步就是叫做大声就赢。啊，咱唔是爱讲大声，嘛唔是要讲比拳头母。啊，那安尼是，咱的人生都被骗啊，会恐慌。会产生恐惧，因为这个社会一直不安定，没有一个共同可遵守的礼则，没那个规矩啊，虽然像啊，这样咱人生的不安就会一直产生。今天先跟各位讲到这，明仔这个时间啊，再继续跟各位咱来探讨进一步较具体的部分。好，谢谢各位。